年的时候我们有一个脊椎损伤的康复训练营嘛，当时的时候我去参加这个训练营，我们的这些轮友就说打乒乓球玩一玩，那也就是我第一次受伤后坐轮椅的时候开始接触乒乓球，可以把球拍绑在手上然后这样子去打乒乓球，我发现就真的还可以打乒乓球，所以就从那个时候就开始练习打乒乓球吧，天天锻炼，每周去游一次泳，到现在也是两年多了，就现在游泳蛙泳啊仰泳我都可以游，肺活量也比以前好了很多，我觉得要是能拿上奖牌就好了，当然就是能参加运动会就已经挺开心的，就是对自己的一种肯定嘛，然后也是去积累经验了，所以觉得放平心态。